在10月22号那天，我因为癌细胞在医院缝了10多针，当我拆线过后呢，我就服用我们公司的，用我们的公司Dr. Special 来清洗我的伤口，然后用我们的 Energy 内用微波，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，我的伤口就康复了。